近日，据相关媒体报道，欧洲联盟最近做了一项民意调查，询问什么事情是目前欧洲成员国公民最为关心和担心的。得到票数最多的分别是移民问题和恐袭威胁。其中 38% 的欧洲人担心日益失去控制的移民问题，而 29% 的欧洲人则担心在欧洲日益猖獗和频繁的恐怖袭击。在担心移民问题的国家中，出乎意料的并不是目前引进移民最多的国家，恰恰是那些尚未接纳或者接纳很少移民的国家，比如捷克、匈牙利和爱沙尼亚。这些国家本身只接收了很少的移民或者难民，却对于目前的状况忧心忡忡。而实际上，移民问题或者说本质上是难民问题，的确严重困扰着欧洲。这些小国有理由比那些经济实力更为强大的欧洲国家更担心难民问题，即便是富裕的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都面临着难民问题带来的巨大压力。最近意大利就和法国为了北非的难民发生了严重的争吵，意大利表示不做欧洲的难民营，而恐怖袭击最近几年也在欧洲频频发生，其中法国巴黎更是恐袭的重灾区，每每登上国际版的头版头条。最近还发生了一起劫持人质事件，一名疑似神经有问题的人在巴黎劫持了两名法国人，并且要求联系伊朗大使馆，这让法国吓得不轻，当即出动了排雷车，最终劫持事件和平解决。法国人天性浪漫，而巴黎更是旅游之都，很多国家的痴男怨女前去游玩，由于来往人数多，难免不夹杂着几个恐怖分子，而法国在国际上喜欢出风头，比如带头轰炸利比亚，对以色列做出安全保证，很容易成为极端分子垂青的。